大家好，我是一个 M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 NPC。每日都有好多勇者会嚟闯关，而我就是担当他哋过关的绊脚石。被人杀对我嚟讲已经是闲事，虽然有啲痛，但是为了生活，我只可以忍。我一路都以为我呢一世就会咁样落去，但直到琴日，我收到个好消息。所有 NPC 请注意，所有玩家已经通关，大家可以休息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整班 NPC 就日日过着退休的生活，持续了两个星期。但今天突然收到讯息，玩家进场，请各位 NPC 就位。于是我们又要出去应酬他。我抱住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心态，一出场就直接昏低，希望他可以快点爆机，不要阻止我们休息。密码是1388了。但这个时候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，就是这个玩家他竟然开始卡关了。而最大镬的就是重新的 checkpoint 刚好在我前面，变咗佢每次重生，第一个见到嘅敌人就系我，扑你个街！就系咁，佢一个钟重生咗十次，而我就一个钟俾佢杀足十次。然后我就由下午三点俾佢打到七点，中间佢应该去咗食饭唔见人。你唔好烦我啦！就系呢个时候，我即刻捉紧机会同其他 NPC 倾下，可唔可以大家调位？咁当然啦。就冇人理我，但唔紧要，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我决定向我后边嘅 boss 落手。大佬，废话啦，我就唔讲咁多啦。呢度少少心意，我希望你放过一阵嗰个人。你呢份人都几老实喎，真系少少啊。不过可惜啊，你嚟迟咗，佢哋已经抢先你一步筹晒钱俾我啦。明白。咁俾翻我。话明系你心意，我点可以拒绝啊？咁即系老笠啦。系，系你逼我嘅。玩家进场，请各位 NPC 就位。你好彩。咪住，我被你的正气感动了，我决定弃暗投明，同你一起过关。咁突然，你是不是有啲咩阴谋啊？黐线，凭阁下嘅实力，又使乜阴谋啊？你本身过唔到关噶啦。咁又系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你个叛徒，你够胆出卖我？我要俾你知道我1000蚊嘅下场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你竟然够胆skip我嘅对白？你有冇口？我口怒啊！你听我。skip。喂，你咁样。喂。哼哼，点啊？你唔系好中意skip嘅咩？skip我啊！skip 我啊！我同你讲啊，我唔单止讲，我连埋诗都得啊！床前明月光，阿尔 skip。skip。喂，打啦，打啦！唔好啦，咁落去唔系办法啦。我同你加埋都唔系佢嘅对手。其实打低佢，我谂咗一个办法。
但我需要你帮忙。冇问题啊，做兄弟唔使讲嘢，你叫到我十波。嗯。好简单，就系用嚟拆经验，再死个，再拆，拆到咁上下 level， 我就可以过到关啦。好啦，你咁样有意思咩？玩 game 最紧要开心啊！你而家俾只 game 玩紧咋？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喎、啊。有挑战性系好，但都唔系挑战呢，系瞓 game 噶嘛。你睇啲场景几简陋，你睇我啊，几样衰，啲制作都冇诚意嘅。本身我都谂住弃 game 噶啦，但系打打下我见你同我倾偈喎，咁有互动咁好玩，咁我咪留多阵咯。你早讲嘛，我可以唔同你讲嘢噶嘛，同埋你中意互动嘅话。我介紹你玩新小鵝江湖 game， 全部真人玩家，有男有女，啱曬你啊！嚟緊只 game 會有個比賽，可以俾大家一齊投注，估下邊個係冠軍。我一定要打贏台灣隊，識翻個台妹。台妹等緊你啊，快啲啊！拜拜，拜拜，出去出去。各位大佬，唔好咁。